欢迎回来乡亲，到继续来关心地方。为着要让老大人会当伫冬节进前有一个欢喜的回忆，花莲县信心社会关怀协会即阵伫托克镇兴新里举办联欢活动，透过趣味的游戏、活泼的舞蹈来让阿公阿妈生了欢喜。而且活动当中，请大家来摄影啊，让这场活动不但有轻松快乐的气氛，也充满了温暖的爱心。健康开始哦！活泼的音乐开始，阿公阿妈对着头前的老师跳起舞。这回婚姻观信心社会关怀协会趁着冬节进前，在托克镇兴新里举办联欢活动，有跳舞，有游戏，搁予老大人耍耳啊，场面会当讲是闹热滚滚。感觉真趣味啦！啊，得讲较有年纪的人来，啊，大家人来较侪，较热闹，安尼心情较好，安尼啦。啊，感觉讲哦，办这个活动哦，对这老人嘛是较好啦，啊嘛是大家足和乐的啦。哦，非常感谢哦，咱托克振兴哦社会关怀协会哦来阮兴新里关怀据点举办这遮尼有意义一年一度冬节哦，咱的团团圆圆哦，收营的活动，哦，顺便嘛带动哦咱地方哦，咱哦历来的时代哦会当互伊健全的身体哦，勇敢的身躯。因为通常少年人拢出外打拼，无法度回来家乡和士大人团圆，所以这回协会就举办活动，希望老大人伫遮佚佗的时阵，会当留下美好的记忆。真侪少年人拢出外，老大人伫厝真孤单。那振兴协会办这活动，希望讲透过冬节圆、冬节团圆的日子，互社会这老大人会再来斗阵，规个来迄个这个团圆，过一个快乐的这个。冬至节嘛，经过这个，和各个些社区的这老大人互相来联谊活动，吼，增加因互相中间交流，让因的这个心情一旦更加好，更加快活。伫咧老大人的长照方面，就是需要社区关怀据点的成立，才有法度给长辈一个快乐的休闲场所。所以县政府嘛，希望未来有更加侪社区会当成立据点，和阿公阿妈好好啊学习。不管是社区还是社团，因呐只要有意愿。在我们的社区来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我们都非常欢迎，因为这个据点的设立会让我们的这些已经退休还是说这些年老的时段有一个在早起时还是下午时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不要困在家里，可以走出家门走入社区来到我们的这个据点，和我们的厝边隔壁的老同事大家做伙来参加这些活动，那么希望讲伫婚姻观会当建造一个非常好诶，一个养老安老哦，在地老化诶一个好所在。期待有即摆联欢活动，会使让阿公阿妈耍了欢喜，并且将这满满的回忆藏伫心内底，让因快快乐乐食百二。记者李立昌报道。